假释富豪名医秋官上身。找到有钱朋友请自己做普通职员，搞到可以提早离开监狱的林少钦，寻日挨晚翻返惩教处的中途宿舍。哇，做普通职员都搭的士啊，仲成身香水味添，同以前一样咁官仔骨骨。多谢各位共关心，我当然得到自由，梗系好开心啦，好珍惜啦。我都好希望咧，大家俾啲空间我啦，令我重新投入社会。为香港啊，中国做啲事啦。觉唔觉得自己有特权啊？咁嗱，至于我自己有个睇法就系、是，我一生人就肝胆照人，一笑过风尘。谁愿寄沧桑，匆匆往事。谁人是对是错，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。肝胆照日月咧，肯定系同呢啲黑社会佢哋就系讲呢啲义气有关嘅。一咩过风云嗰啲咧，可能就系话个态度就我对得住青天日月，咁呢啲嘢随风而过。但呢啲咧就好低下层嘅人就成日讲嘅。有港大前资深教授就话，林少钦咁讲系体会到落难嗰阵，仲有一班朋友对佢不离不弃。点都好啦，起码都仲有啲自由啊嘛。咁会唔会做翻医生呢？林少钦就冇答到啦。咁佢要喺呢度完成余下嘅半年刑期，真系要多得自己识申请息前就业计划，只可以咁疏忽咋。不过原来唔系人人都可以咁顺摊申请到嘅。我提出要求攞呢个表格。提出申请啫，都多番刁难。我服刑咗一年，佢都冇俾张申请表我。点解我哋唔会俾份表佢咧？因为咧好简单，我哋人手唔够。系，所以咧我哋咧有其他嘅在囚人士咧，我哋会用一啲藉口咧，会推咗佢。惩教处就否认，话全部都系一视同仁。